大家好，我是三福。那我们这次要打的，就是要玩的是神堡的 SM5 的限开赛。那当然就是先看这个限开赛的盒怎么样了。希望可以开好东西啊！不是，你上次有问题吗？他给我冰激凌，可是他没有给我伊布。鸡鸡。有没有卡包啊？没有，有没有卡套啊？没有，没有，自己想办法、啊。大吉，开一遍。哈哈，既然是开，先开最后一个。既然是四十，既然是探长，天哪！好了，开卡包，先开卡包好了。双手都是大牌，探长不能接受啊！还换双手不熟？白的。这张吗？我输。不行，哦、对了。哇！太赚了吧！可是你没有伊布，不是我没有伊布，对。所以你是010，我没有伊布，玩屁股哦。看来是还是乖乖玩就好了。再来，哎、欸，又白的，哇，太贵了，哇。哦，啊、那个马吉亚纳，就、哦、这个滑板。滑板不错呢。哦，竹篮，好棒棒。哎、欸，有一步了！太厉害了。可惜这个一步没有那只强，没有我塞直接进化。哦，有竹篮呢，开得好好。既然那个国际刑警看到鬼了。陆克二张。好了，第三包。我们家的猫又探长。哎、欸，没有。猫有，哎呦，至少可以有，不是、啊、给我竹篮呐、啊，啊，不是、啊，给我伊布啊，不然我怎么玩牌啊？完蛋了！好多探长哦，怎么办呢、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然后装到那个，不懂。来，这块这块换我换我换我。啊，师傅出手了。那不要去放那边，我拿装的。小瓷罐，干地鼠是钢属性的冲单小，白绿。哦，平静卡，新东西的。哦哦，这种，你杀这杀小，杀小啊，可以代替那个吗？代替超能电还有钢的能量，奇怪的能量。啊，这个赞，这个赞，这个赞。好了，开就这样子。还不错啊，开到一张，哎、欸，你们都是以这个第一张来的，啊，开这张，啊、探长，探长难受，哦哦哦，快放 APP 哦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这个笔记本，笔记本，猫、哦、友，哦，钢的、欸，哎、欸，感觉这打这个就好啦，还蛮强的，还有哈鸟、欸，哎，哈鸟，哈鸟。钢电，钢电，哎、欸，还有酷酷一耶，好好哦，这个先开。后面，我觉得这个很可以啊，这个开的很可以。还有能量，太好了，我倒觉得前途光明。你没有莉莉爱，我不需要啊，我要酷酷一耶，哎、欸，酷酷一够了啦。我也想要一。好，还有衣服可以用。我没有衣服可以用。好了，那这先开这边了，然后再先就是主拍了。好了，这个影片的话，如果我有拍那个对战的话，那再来拍好了。OK， 先这样子，这个开合到这边，先这样。不会打的第一场。四张哦，对，四张。三张有四张哦。不然打就知道打到天荒地老、哦。你要先看有没有怪，先看有没有怪。对对对。我昨天打太奇怪。昨天打有点那个。你可以报新闻太超过了。昨天打的。那直接先拿出来嘛，对不对？用包机关就我带着。对，没错。三十，一百六，一百六。最后一招。塞颗动能量比较小。那比这个。投入的会有。你就比的有点大了。大的。看谁？比大哈。比大。没有限速的，对呀，二十，我就不要打你的。哎呀，六，那我先来，好，六七，应该是都会有怪吧？没怪，哎，有，还好，嘎仔，一二三，决定先后，天胡起手啊，那对我先，决斗吧，决斗吧，问号。
来试球，因为超强。算了，好了。除非有开到四张。有硬币吗？有，好吗？四张都。我先拿出来了，因为现在没有，没有用。我觉得放两张就够了。来帮我切一下。先攻抽牌嘛。先攻抽牌。先攻抽牌。那可以攻击吗？不可以，垃圾。你可以装装能量，不能发气啊。什么时候可以进化？肯定哦，下回。快哦。下个回合才可以进化。双方的低等核都不能进化哦。不是啊，是太多了。哦，还有一句话，没有，是下场的那这一盒有，这盒有一只壳在第六盒就进化，电的那一只壳。换了，这盒有。哎呀，它有什么效果？四只。我刚才不讲了，蓝色的那一只，它的攻击技能可以直接让它进化。哦，电击兽，电击兽，不是不是不是。哎呀，单挑啊！抽三张，从下面抽。对手叠牌。哎呦，好贵哦！被叠牌了哦，好贵哦！但其实阿华那组蛮有优势的，可以直接抓紫光器。嘻嘻嘻，我抓到血哦！他只要进化入卡利欧之后，在那一个来呀，进化入地牢入杀，他就可以抽四抓一张卡回手啊！不对啊，对，是我突然只有一张而已啊！啊。有啊，没有，然后是硬币吧，那个紫铁的那个什么树的宝可梦好像是变成什么东西，好了好了，对手的，所以是对手会变成什么？不知道，问一下吧。干，抓你！效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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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呀。好，十一个硬币技能，然后开始进化，对手麻痹。我靠，这么坏！你要被亚亚打爆了，恶心哎。他们第一招也是进化吧？对啊！我靠！算了，很卑鄙啊！太卑鄙了吧！来啊，战斗啊！来啊！还好我说小石块。进化？你以为你进化的比我快吗？先补能量都可以，看你。哇！只要在攻击前，都可以做那些东西。塞一个攻击。哎、酷酷一，贱人！抽两张，算了，四张嘛，然后七九七翻一模一样，结果没抽。这是什么啊？抽球啊！你要抓我吗？哎、欸，没有硬币。什么？哇，我这么大，抽球要干嘛？只两个吧。你大吗？你？我都拿一个。给、欸。都拿一个。不亏不亏。上手。对。加多少？打你五十。哦，好痛。哦，我们快死了。换我了，嗯。Shuffle deck。进场没有肉不算了。哦，来吧。哦，在哪？我们你过来好不好？那边敢着急。这个能量顶了。这个能量顶了。然后这个的话可以直接。好，打你技能。进化喽！莫名其妙啊。都是啥呀？干，还有两只。乐乐。完了，白五了。来。哎呀，战斗啊，单挑啊，不能交流啊。走吧，进化。进化，嘿嘿嘿嘿嘿。哎，目标天能量不公平的。我现在卡能量哎。那怎么打游戏的？要这个啊。哦，这张的话对你这组会有用。减伤道具加一张。如果你只要进化的话就可以。有没有那装法基础型呢？没有。他买道具嘞。哦。Bibo道具啦。我不道具的。他的牌组抓什么？艾特卡。看抓哪一个好。嗯，道具卡。好的。我抓他们够。他们够。潮球吧。这张很好用啊。什么时间球？是吗？计时球。计时球。垃圾。潮血球。你每个码都垃圾，你觉得哪一个钱的钱？币可以借用吗？还是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只两个，哇，发动只两个硬币哦，然后只两次硬币，然后只要有一次，欢迎啊，这样说啊，我的路卡利哦。然后有每一次正面的话，就可以多抓一次。他怎么吃三十点伤还是怎样？所以我最后可以抓两只。就是你抓十刀的话，可能要吃三十点这样吧。这是正面吗？对啊，这是正面嘛。嗯，好像是，应该是，或许是。好，抓一只。诶，抓两只。来吧，决斗。进化你！哎呦，哎呦。他的塞钢钢石只能要塞什么啊？啊，这个他的特性啊，从什么塞钢能量吧？到哪里啊？我的随便啊，我的随便啊。嗯，哎，
打几彩嘛？哎呦，130中！哎呀，大鱼啊！哇，现在真的捞晒了！好，我龙，呀，小丹。来进化，互相伤害啊！来啊，单挑啊！好牌，他特性，手牌，你不是进化后面的？对啊，那我在进化前面这车，可以是一场进化两只哦，你可以无限进化，你不能连续进化，但是可以无限进化。Oh my god！ 我发他，我发他的效果，想一下，他从手上贴到那个场上的怪物的时候，我可以从我的七百区抓一个水能量，打他50，是吗？打他50，打他50，好吧。是这个？对，第一刀，好，第一刀，我再装个水能量，好，换了。哇，死磕的量哎！对啊，那么贴不见，都还他抓爆你了，干傻眼！我刚刚还卡能量，傻眼！出来，杜卡利哦，快点来哦！换位置是不是前面的能量会送木？会，你要用，你要消耗，先消耗你的撤退费用。对，这个就是撤退费用，对，你去一层是撤退费用。他推到后面，快杀了！是啊，对，他也知道。剩两点。对。放了。嗯。好。好，刚刚我们过硬币啊。拿那个。那个硬币，榴莲辗转到处跑。完了。那边还有硬币吗？完蛋。嘿，必杀撤退。我哎。还不抓起来打？换人。五只马。再补，抽牌啊！哎，那是撤退费用，都是零的，太热，太热色了吧！对对对对对对！你们在说什么？我速度可是最快的呢！我躲还要苦，好，没有硬币。哎，神力盒是谁啊？神力盒是睡眠，睡眠的话，每个回合结束要指令，正面的话会醒来把。快要不是吧？干！进去了，进去了，第三啊！哎呀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！哎呀，猎妖路杀进去了，看吗？要啊，抓的还是要的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屌塞！乱人，乱人，我要挂了。这种猎妖路杀多少？抽白。我都是有特性的。球球，七张。我的路杀是有特性的，要钱吗？那好，其实这只比较好用，这是宝可梦都可以吗？所以这样已经过单接了吗？你喊完发招式就换魔了，是啊，对啊，来吧，好，出来。我被换魔片了，没有，我被那个宝可梦俱乐部抓两只基本宝可梦上手。我不是纯牌组，好，没事，纯牌组啊。第三啊，收取了 deck 啊，出 basic 阿毛被干掉了，铁乐板，我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。哦，有。来了，要来了吗？抽不算。嗯。好。塞了几颗能量？两颗，反正再塞一颗就可以揍他了。是吧？哎呀。哎呦，嘿，哎呦，可以抓竹篮了哎，好，特性，好，攻击，好，下一回他就可以猫200，啊，进去了，干你老师，哈哈哈哈哈，GG，那你只能靠这一抽了，老板，你打会打130哦，你说，对，我打130，靠背，那就嗝屁了哎。对啊，你现在只能塞下去打他。对啊，他打是直接打100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打100，有突然加100啊。所以我这次只剩20啊。那你只剩20哦。还有剩20，对啊。GG。那你还是得打这场。算了，拼一张吧，好吧，打你100。啊，其实是200，因为有弱点。哎，小刺鬼。好了，随便你们一张。交接吗？好，大家洗过了吗？大家洗过了。换能量20啊！洗，我的路大涨了。应该知道基本规则吧？大概。谢谢谢谢。好哦好哦，轻松玩轻松玩。哦，看不懂，我就帮你解释一下就好。那个进化太强了。当然有用的，它效果。先抽7张，看效果。你问错人。好了，第一场我赢了，耶！耶！好了。
先开赛道，那个寿险先开赛好玩了，卡包我也开了，没有忘了拍，我开到这个赚啊！妈妈，妈妈好棒哦！然后其他就是那些，还有一张那个临近卡，好，现在只有两包而已，不过开得很好，赚啊！赚呐、啊，赚呐、啊，然后嘞，还有一张这个啊，赚呐、啊，赚呐、啊，耶、yeah ，赚太赚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次的售 SM 的售前限开赛就到这边啦、啊。OK， 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詹福。想持续追踪我的影片的话，就按个订阅哦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